好，你回去重走，还重走，还重走嘞！姐重走没被拍到，你最开始姐重走，我没被拍到，你要走，你等一下。你要干嘛？哎呀，我们还没有秩序哎。巨星的部分，欢迎 AMG 宇宙。Sunny 怎么拼呢 ？SUNNEE。大唱的是我们 AMD 的，你们认得呢？宇宙。哈哈哈哈哈哈！我好丑哦。哎，你好丑，那又丑掉了。啊？耶！好啦，好上吧。好，我们集合一下，集合一下。好，集合。大家好，我们。我今天穿的鞋子就是一个很舒服的高跟鞋，
高跟鞋，你偷跟鞋那边发现了。好了，下一位。好，现在介绍傻妮的。傻妮，傻妮哦，傻妮，傻妮这个是不小心翻出来。傻妮是我们最满意的一套，对，就是因为它真的非常驾驭的很好。可是那个鞋子是有点脏。不用，不用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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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刚刚不用骗，踩到他的鞋子，打来了。你是不会接受。好了，过来向我们的粉丝。撑不撑得起来，等一下希望表演可以顺利，然后之后就是为了剪这个短发，然后因为有一个戏剧作品要推出，所以、要拍摄，所以希望就是到时候真的有公布的时候，然后大家再记得去帮就是支持我一下这样子。好啊，好，然后还有我在完全娱乐主持哦，每周三下午晚上八点半，好不好？我跟Special 一轮，好吧，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视这样子。有人问终于在哪？终于在哪？终于，终于，这里这里，终于，哎、欸，终于在哪？可能要问赏林哦，赏林、欸。喂，终于在我心里。不是 CP 吗？好啦，我们就是我最近在忙这件事，好不好 ，Lucia？ 啊，我最近就是在拍《终极三国》，然后希望。终极三国推出之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因为我们真的很用心在拍。然后终于今天不见，是因为他在拍戏。然后我就飞回来，然后参加演出。连长有回耶？真的吗？连长回什么？连长回，哈哈哈哈。连长有问说路不冷冷吗？哦，蛮冷的。连长是关心路是 OK 好，再见。连长，对，反正就是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然后可能我过几天又要回去拍摄，然后大家帮我加油。好。好，对，下一位。好，我今年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刚过完生日，然后我今年许了一个愿望，就是我最近在很努力的健身，我希望我今年可以练出、就是。可以拍写真集吗？可能给我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好。对，然后就希望我今年真的可以达成自己的目标，然后练出我想要的线条，对，然后健康的曲线，就是鼓励大家减肥不要不吃。OK， 好，大概就是这样。很棒，很棒。下一位，那你推一下镜头。推，你要那种感觉。对对对。我呢，就是刚比完《明星的诞生》，所以正式回来了吗？对，正式回来休息了。然后我也有许愿望了，我希望今年 AND 可以出专辑，然后就是也可以让大家，我生日也有许这个。然后我也可以希望大家能看到我们 AND 每个人的更多的作品。然后也希望你们大家可以一起支持我们哟。Yeah, 好，推镜头。Yeah, 好，看一下赏你推镜头。对，好，说完了。哎、欸，里面是不是在唱那个香槟都红呀？对啊，怎样？好啦，
好啦，那其实新年，然后，哎、欸，你好冷，帮我们给大家就是拜个年这样子，因为我们应该也很少机会直播了。但是啊、我们下次合体是什么时候啊？明天。明天。明年。对，我们下次合体，因为就是终于跟露莎大概四月份的时候才回来。对，然后也不知道四月份之后我们是不是又会有各自的事情，或者是会合体。对，我们一切就是希望，就是，还是要持续的关，就发了我们，然后，对，就是观察我们的动态，好不好？那个，就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没事做的时候，你们还是会就是继续的支持我们，对，对，我们会继续的带给你们好作品，这样，好了，不然那个祝一下拜个年的吉祥话，一人一句，我知道，你等一下也要讲啊，等一下要讲，祝大家。大吉大大吉大利，今年行大运，新年快乐！好，你全部讲完。下一位，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新年新年，祝大家快乐！新年什么啊？生日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有没有人生日要祝你们生日快乐的？现在统好，现在就说，大家你们说喊我的名字吗？喊我的名字，叫我的名字跟我的生日，我们看不到。反正就是遇到就是生日的，然后生日快乐，然后新年快乐，然后希望我们今年大家都可以很顺利。OK， 走。你是演三国演的有点怪怪的，我可能我。你讲一下拍三国的感觉啊？拍三国的感觉，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三国这个剧组其实是一个很像一个大家庭的剧组，所以我们大家相处很欢乐，很开心。对，就拍摄的时候很辛苦，然后很早，但我觉得就是很开心，就也学到很多，也学到很多。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我自己的这个角色，然后 you know 就是一个新的角色，所以请大家期待之前没有出现，就是为了给 Lucia 一个角色。好，因为这次三好因为也是算翻拍，但是就是。对，也希望就是那个新血注入之后，可以就是终于跟 Lucia 也可以就被大家注意到这样子。谢谢。然后我当然就是 Happy New Year， 好不好？祝大家Team Better， 有一点淡你 Team Better， 鸡给哦，对 ，Team Better， 你要调几遍？我怕他不懂我的梗。好了，来换雨婷。干面。祝大家沙瓦迪比麦卡，蒋总，讲一些没梗没梗，蒋总，所以我就讲你的，你自己再想一个吧。新年快乐！有一个周佑真生日，佑真，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还是我们唱生日快乐歌给？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嘿嘿，来换嗓音。ปีนี้นะคะก็ขอให้ทุกคนนะคะมีสุขภาพร่างกายที่แข็งแรง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ทุกคนเจริญนะคะ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งา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ครอบครัวนะคะขอให้ทุกค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สวัสดีปีใหม่ทุกคนนะคะขอทุกคนมีร่างกายที่แข็งแรงนะคะโดยงานเงินทอง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ขอให้可以把你们变阿凡达，真的假的？真的！哇！我喜欢。为为什么我讲话我都会被中断？为什么？还有吗？还有吗？要看到。哎呀！哎呀！阿凡达吗？让扫地讲完。好了，没有人 care 扫地。最后你要最后翻译。听不懂他在讲。没有啦，就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然后心想事成，然后身体健康，有钱，有很多很多钱。没本来。没有，扫地也讲一下在那个明星的诞生。怎么了？因为整个期也结束了嘛，那有没有学到什么，或是交到好姐妹啊，或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出去之后，我觉得在个性方面吧，有一些小改变，就是怎么感觉不到，就是有可能之前的幼稚有小有，我也觉得他变得比较成熟一点，然后在那边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遇到很多新的朋友，然后他们大家对我也还蛮不错的，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如果没有看没有看明星的大声的、欸、对啊，没有看了好不好，可以去看，没有看的，你有看吗？你有看我真的有，我真的有看。那几号？有分号？有号码？八号啊，八号啦。哎、欸，妹子，欸、你早上妹超发了，妹超发了，全部看完。没有啦，反正就是还没有看的人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在《明星的诞生》有耍美、耍性感，就是在大概第五集还是第四集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对，嗯嗯嗯。然后闪妮最后一集也就是穿了高叉，然后穿了一个很高的高跟鞋，天啊，所以蛮性感的感觉，很 sexy， 就是性感担当又换。对，然后我当初还跟那个服装组要求说我要一个 Gucci 的包。他真的弄了吗？他们说他们没钱。你再讲一次那个英文。Gucci。Gucci 哦，为什么是这样子啊？Gucci吗？ Gucci 啊。Gucci。Gucci。还是有一个新的牌子叫 Gucci。Gucci。哦 ，Gucci。哦，是 Gucci 哦。Gucci。Gucci。Gucci。我本来叫他们拿个 Gucci 给我，可是他没有。他讲 Gucci 很像 Gucci 耶。Gucci。他还是很开心啊，能回来这边跟那个团员他们聚，然后希望年后。对，希望年后真的我们童儿加入我们团体可以童儿林童儿林童儿趁在哪里呀、啊、哈林童儿我们、啊、我们小林我们没有人在讲话没有我们在讲话童儿回来了童儿为什么童儿就加入了林童儿讲话林童儿讲话而且没有人说话林童儿我们在等你啊林童儿你因为小林生气了你看我们大家都看你不要看小林喂不用不用给我镜头了我不需要这是我的吗？你有种你就讲话、啊，你讲话、啊，林童耳。你为什么不要不要？你为什么讲林童耳？你都要说林童耳，童耳。他每次都要说林童耳，老板呢？林童耳啊，林童耳。你讲一次，林童耳。他说你们一半短发一半长发，谁讲的？我们是童耳啊，所以呢，我们真的、欸，你真的很真的吗？哎、欸，那个不好意思。那一档一半、啊、就这样。那边还有一个，没有啊，刚好还有一个中。哎、欸，小梦在那边。对，我们剩三个女生。对啊，你哎哎，所、欸、以、欸、这个我也是，我也是每个女生。哦，对对对，我们还有这两个男的。不要这样好不好？不要这样好不好？哎、欸，我们说话越来越晚了。你那个勾的是？我们很女生好不好？呀、yeah, ，给我一个红唇。做一个 M 字腿、欸、，M 字腿。这是你妈的、欸？怎么我这样吗？哎、欸、妈！哎、欸，我要讲什么？哎、欸，你讲完了，我忘了我讲。尊重他好不好？反正就是有做了一个 ending， 这样子。我还没有做完 ending 啊。好了，没有，你有说就是年后的话，就是希望。哦，对对对对，我希望哎、欸，就是我们可以合体啦，真的。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太久了，你看我们三年都唱同样的歌曲，我觉得没有人不行，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对啊，哎、欸，现在希望 AND 今年有新歌，新歌就好了。希望有新歌的曝光啊，然后。就是，然后就等那个终于回来嘛，然后，因为那个小林现在也，哎你，啊你过年会再回泰国，对，回来之后好不好？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做，还有我，对，我肚子好，应该韩周也该回来了，哎，我们是不是该要去准备表演？差不多，肚子好。林彤刚刚问我跟刘雨婷什么要剪短，想剪短吗？想剪短，我可以，金简可以吗？金简可以吗？不行，不行，我们还是要有一些长发，还是要有一些女生长发妹子。这团里还是有一些女生。对，我们干嘛？假睫毛的胶是有点掉。真的吗？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观看我们 AND 的直播。Yeah. 我们好了，哎、欸，下一次直播期待一下，说不定有全员到齐的时候。呀呀，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快乐。不要去那个，因为那个粉丝真的太多了，一直走来，每天不要走，满满的，满满的粉丝等我们，真的是。好几百万个尖叫真的好，我们要准备，我们慢慢的上车回去了，好不好？一样是一个台步的感觉回去，很多很多，一个一个啊，两个一个，好 OK。感谢宇宙。哎、欸，你不是手会放那边吗？我要放这里。小拉拉队是不是？小拉拉队是不是？感谢宇宙。你可以好好走路吗？感谢艾丽儿，耶、yeah. ！感谢 Lucia， 谢谢。哦，感谢刘雨婷。啊！自己感谢。感谢。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观看 AND，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吧。现在都是你的镜头。哎，对。
对，好不容易是我的镜头了。哎，真的啦，可是我都讲完了，其实。哎，拜拜！来来来，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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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